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回应一下上上上期关于延迟录取应对策略的答复。请注意，这些策略对于被放入 waitlist 时同样适用。首先，我们要分析一下被延迟录取的原因。有的原因是我们不能控制的，比如学校政策的调整，今年申请人太多，实力太强等等。我们要聚焦在现阶段还能补充或者改进的因素上，比如是否有申请材料没递交。大家一定要及时查看邮件和申请端的信息，材料不完整又不及时回复，那人家肯定没办法录取你。其次，修改你的申请材料。大学申请是个大工程，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机会参与，尤其如果完全是 DIY 的话，疏漏在所难免。早申的结果通常是检验申请质量的一个标准，一般同时也会确定保底效，给大家吃个定心丸。如果早申是全拒得，那你就得尽快请专家来帮你分析审查一下了。好的专家会看出你申请中的弱点、疑点和自相矛盾之处，有时候补充说明一下，结局可能完全不同。再次，你可以补送推荐信或者其他最近的成绩和成果。12年级上学期的成绩如果很好，不妨汇报一下。如果还在参加什么竞赛或者活动，也可以报告一下阶段性成果。关于推荐信，我们以往的视频中已经讲过，只要补充材料真实有效，就可以进一步证明你的能力和特长。最后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，就是联系直接负责你所在区域的招生官。我们知道大学招生办的邮箱是针对所有申请者的，同学们可能会发现有时候给招生办发的邮件石沉大海，但是如果你花点心思找到负责你所在区域的招生官，比如中国区的招生官，就更容易让招生官记住你，解决的问题也会更加直接。许多同学给大学写 love letter 向招生官表达对学校的热爱和入读的决心，这封邮件建议在常规性申请结果放榜之前，也就是2月中下旬，最近这一两周之内赶快发出，因为现在是招生官要做常规申请的最终决定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封至关重要的邮件到底该怎么写呢？赶紧点赞关注联系陈老师吧。